迎收看第56届电视金钟奖星光大道，我是红毯主持黄豪平，我是蔡尚华。金钟56红毯热闹揭开序幕，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不开放媒体采访，但依旧星光熠熠。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年又有哪些男生女生在红毯上最吸睛。现在大家来看红毯男生典礼大放送。我其实平常不太这样穿，然后也是因为我太太一直要求说你千万不要乱穿，然后呢跟我公司讲，他自己打电话给公司说帮他找衣服，对，就穿这样。其实本来都不紧张的，但越走进来越紧张，就开始冒汗。今天呢，就是代表着就是我野人的那个身体，然后有着这个外表是帅的部分就交给鬼哥，所以今天就让他扛外表这样，所以我穿着很多代表鬼哥的一些图案来走红毯。那最后还是希望说可以跟着他，就跟着他，然后一起就是走上那个舞台上面这样子。以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入围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气质女神简曼舒，女神比拼性感是真的没在怕，个个拿出看家本事。我穿的这件衣服是特别的，因为还蛮简单，就可以随时补奶或者是喂奶，就是很简单就这样。最后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红毯前三帅三美究竟是谁，华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